就是他去看空屋，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希望可以让那个接下来金马电影学院在这边发声，然后他就说，我就问他说，那侯导你们想要拍什么，他说那就拍你们在做这件事情这样子，那我就说那我们需不需要特别去配合拍摄或是什么的，然后侯导就回了我一句话说没关系，那个拍电影没那么重要，你们就做你们自己在做的事情。对，所以我其实还蛮想听听，就是像龚老师啊，或者是等于就是长期跟侯导这样子在或者是观察他这样子拍片的方式，就是对于一个场景的一些选择，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